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爹的小五，又收到一个粉丝寄过来的油烟机主板，故障描述呢是上电没有反应。这种故障呢，我们主要检查一下电源部分，就是这个变压器周边的单元电路。首先我们目测没有明显炸毁烧黑的情况，我们再看一下输入的保险，这个是5安的一颗原始保险，这个不像玻璃管的可以直接看出来，需要实测，经实测呢是直通的。那这样说明我们这个电源不通电呢不是严重短路，但是像这样子不通电呢，之前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们应该测量一下后级整流管，看是不是某一路短路造成的电源饱腹。二极管挡直接测量管子两端，这个正常。再来看这个是 D4 也正常。好，然后这边的正常，这个应该是稳压管，测一下正常。稳压管的值呢它是大一些。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一路，诶，直接短路了啊。大家看，这不直接找出故障点了吗？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这个D2整流管拆下来。好的，拆下整流管之后，我们再次来实测板子上的值，现在就正常了。测量二极管银基串，我们顺路跟着这个电源输出端看，这里有个 U6 已经烧坏了，这个位置有个烧凹下去的痕迹。直接测量这个 IC 的两边的腿已经击穿了，接下来需要一并换掉。好了，换上对应的芯片和整流二极管，我们把它洗干净。OK， 接下来我们上电测试一下。好了，直接上电，大家手机拿网看它炸不炸就完了。上，哎，没炸，音乐响起了啊。我们测量一下这路的输出，12伏稳定正常，测量5伏输出也稳定。好了，这次我们这个电就完美修复了。这位粉丝要是看了我们左下角小黄车的课程，像这种问题完全可以自行搞定啊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。